天早上起来太冷了，旁边那家应该走了，你们太冷了。哎，要是早上了，你觉得旁边那家是不是动情了，就半夜走了？我不知道，我都没听到声音。我们睡在 RV 里面都冷得要死了。早上的看综艺节目的时间，离开了彼此，那这样就导致我们分手，那你觉得这个态度不？我们要打伞要走了。这是我们第二天的 camping， 昨天晚上太冷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太冷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开一下那个 furnace， 开到个40-45度。来，我们现在从 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出来，要到Escanata， 我实在不会念这个名字，反正就是景观公路12号。听说这里的 view 很美，想说我们就今天就慢慢的开。然后晚上会到另外一个营地休息，那就先这样。所以这是印第安人在山上居住的地方，他们可能当时那个不算是山上了，对不对？就是有可能像是就是这个洞吧，我觉得。因为你这样待会开出去，你还得好开一点。一样吧。那我们这就开始吃饭好了。也行。一望无垠的盆地。想想啊，我一会要开始做饭了。也不是做饭，就是煮水饺。水饺汤可以喝吧？可以听我爸妈都可以啊。哎，我要不要把它加点蛋花，就变蛋花汤？你觉得呢？不知道。就水饺配蛋花汤。可以。那我就。看过。这太恐怖了。变成现在厉害的一句。蛋花汤。好吧。点哦，不要倒了。你不要再拍了，万一倒了，你还可以另外一只手扶。享受美景，美景，外面被一堆的车围住了，现在，但景色还是很美，尤其是前窗，你看，嗯哼，哇，好多人是骑马去，就这样子，走车呀，还不是这个。我们抵达了 Kelp Creek。就美国人真的是喜欢 camping。你说呢？要停我们就停。看。我们走一点吧，走不了多久我们就回去了呗。离开的
出来，但是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峡谷一直走，走到尽头就会看到瀑布。好，现在我们接着十二号 East 的公路开，希望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营地或者是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就先这样吧。来到今天的是吗 I don't know 他有写你的名字吗你是谁啊你觉得需要去找吗不需要就上去吧在这里啊这是我们的 site在车后面那我们就坐在这里呗它可以 grill 呢什么意思我们车搭在哪里啊对可是我们一二三都没人呢我过去看一下reservation 只有一到五，22到Multiple side 就是你有 multiple family， 三个字。然后剩下22号到30就是 single。要，你要哪一盘？要那个？我要不辣的。这是辣的。这素菜的这个，两个都是素的呀。对啊，它还有香肠。素的。那我们吃紫海锅。哎，今天晚上也会很冷啊。老板，你帮我看着你这个桌子，我要拿泡面，我很怕我把它弄翻了。好，我帮你拿。谢谢。你要哪个泡面？随地找。快，你拿走。走，我放了。你把那个窗户关上了。装跟 P 图一
一人一包，但是还有面在那边，小心一点。大锤没有时间了，你这样会不会重心不稳？网恋奔现遇照骗啊！你先别拍了，如果你还能认出来对方，啊、那说明 P 的加了啊。其实这应该可以了。真实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心意才是最大的尊重。好、哦，最后这个可以。来，我们给他们两位投票。哦，死嗨过呢。今天晚餐，我觉得我们第一天吃什么来着？不记得，韩式炸酱、韩式面、泡面。甜美啊！不好意思，价钱呢？不好意思，我们是第三餐，不是晚餐。应该跟他老公说不好意思。谁讲？没了，决定明天早上起来烧火。现在是 snack time， 现在是晚餐休息时间。王一慧喜欢吃。吃这个啥？鲜夹棒。鲜夹棒，我呢？我要吃这个花生皮儿。你要关门？有。